原标题，凭地位仅次于王熙凤。别做梦了，他还有一个身份。看完令人心痛，凭地位仅次于王熙凤。别做梦了，他还有一个身份。看完令人心痛，王熙凤曾经说过，大观园中的女子看似手无缚鸡之力，实则都是不好惹的善茬。那些个平时作威作福的主子，有的时候也会被低微下贱的仆人奴才欺负。譬如说贾府中的二小姐迎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贵为贾府的千金小姐，却经常被身边的丫鬟嬷嬷欺辱。今天我们讲述的这个人物也是《红楼梦》中的一个丫鬟，她的名字叫作品，是王熙凤的贴身丫鬟。相信很多看过《红楼梦》的朋友们都会产生一种错觉，总是会认为宰相门人七品官王熙凤是贾府中的大管家，那么作为王熙凤的贴身丫鬟，平在贾府中的地位自然也不会低。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经验主义错误。虽然我们在观看《红楼梦》这部影视剧的时候会经常看到一些丫鬟仆人在见到平儿时总是一副战战兢兢毕恭毕敬的样子，似乎在他们的眼中平儿姑娘显得比王熙凤还要可怕。然而在小编看来，平儿在贾府中的身份和地位远远没有我们表面上看上去的那样风光，只因为她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看完之后不仅会令人感到心痛，凭这个不为人知的身份就这样做通房丫头，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时期是一种妻为夫纲的社会，男权起到一种主导地位，女性仅仅是他们的附庸品，女性地位极其低下卑贱，在现实社会当中根本没有所谓的话语权。展开全文，比如说男人在家可以合法的拥有三妻四妾，在外还可以寻花问柳不受谴责，反观女人则不同，必须要遵从所谓的三从四德，如果稍有不慎就可能会被自己男人的一纸休书退回娘家，而嫁出的女人就是泼出去的水，被丈夫休过的女人娘家人也是不会给好脸色看的，若真是到了那种地步，就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通房丫头就更惨了，他们的身份不但无法跟妻子的身份相提并论，甚至还远远不如一个小妾。通房丫头顾名思义，从通房二字中我们就可以领略其中的深意，表面风光内心苦楚，明明已经委身于男主人却无法得到一个真正的名分。若是碰到一些品行还算可以的主人，通常丫头或许还可以获得一个小妾的身份，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小妾的身份并不是他们的护身符，因为在封建社会时期，小妾的身份同样十分低下，甚至可以被自己的男主人当作礼物来馈赠给自己的知己好友。比如春秋战国时期鼎鼎大名的吕不韦就曾将自己的小妾赠送给一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通房丫头的命运是极为悲惨的，她更多的像是一种工具，当自己服侍的女主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她们就会被当作替代品，若是等到年老色衰的那一天，极有可能就会被无情的扫地出门，等待他们的命运就是流落街头孤独一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